好，我哋今日信息咧係埋怨與感恩啊，就係我哋點樣脱離埋怨。嗱，埋怨有兩種，一種係自己心中埋怨，自己嘅呢咕嚕唔開心；第二向人埋怨。我哋點樣放低曬呢啲嘅埋怨，而係咧獻上感恩，時時都感謝神嘅。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圖咧，就係、是、哇，即係譬如有即係例如喺屋企咧，即係呢種情況咧就係、是。真係唔應該做嘅，咁有啲人會喺餐廳都會埋怨，不過即係投訴嗰啲食物點樣樣啊，譬如話太鹹啊或者乜嘢，咁不過我哋嘅心態可以唔係埋怨，而係只係話俾佢聽，或者話俾佢聽啊，唔該你落唔好咁多鹽啊，或者沖一沖佢洗一洗，我都試過啊，佢俾我太鹹，咁我就將佢再洗下，洗咗之後先再食。咁咧，但係個心態。埋怨有冇搞錯？你咁樣都得㗎，咁樣都攞出嚟俾客人食㗎咁。咁而對比咧就係話向神獻上感恩嘅時候咧，係神所喜悅嘅，同埋做人都開心好多㗎。嗱，好多時人咧失去咗啲嘢先識得珍惜㗎喎。失譬如呢、這個未必係失隻眼嘅，可能即係動手術啦。動手術嘅時候先發覺，哇！原來單眼睇嘢係冇立體感嘅。我哋睇嘢有立體感嘅。咁咧，大家嚟可以試下黑埋一隻眼嚇。黑埋一隻眼，然後兩個手指黑埋一眼啦，兩個手指咁樣樣，然後咧你要掂到嗱，你一次過掂到，一次過掂到，一次過一次過掂到，一次過掂到，你發覺咧唔係嗱，你單眼咧係唔得，雙眼係好容易嘅，雙眼係好容易，但係單眼咧你會好多個都會 miss 咗嘅。原來咧單眼嘅時候，你發覺咧你唔能夠判斷距離嘅，對唔住啊，咁咧。即係隻眼有問題嗱，而如果真係嗰個人，我識有啲人佢出世有眼嘅，但後來某種原因、健康原因冇咗眼咧，真係佢真係覺得啊失去好多。咁亦都有啲人咧，以前睇唔到，後來睇得翻喎。哇！佢話睇到嘢原來咁靚嘅，但係咧睇到嘅人又唔覺得咁靚嘅喎。其實我哋每一日有嘅嘢，我哋其實即係由頭到腳啊，或者由出邊到入邊。任何一樣你見親乜嘢嘢，你都可以感恩嘅。咁咧，譬如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呢、這個教有啲唔舒服嗰陣時咧，哇！你發覺隻手指會甩落嚟咁樣，一用啲小力咧就已經好辛苦啊。或者我唔知道你試過有冇手指公或者邊個手指屈到咧，你發覺拎隻碟咧都好困難嘅。即係總之身體裡面任何一個關節或者你嘅膝頭唔舒服嘅時候咧，你行路真係好唔同啊。咁咧，我哋真係話啊，健康嘅時候真係好啦。咁我希望大家唔好等到你冇咗啲嘢先至識得感恩，而係當你有嗰陣時就識得感謝。嗱，譬如呢個山路好靚嚇，呢、這個人行過，咁我唔知佢心態乜嘢啦。不過見到佢嘅頭都係向下望嘅。但係咧，有啲人可以喺度行，哇，好靚，好靚，好靚。我見過好多美景，第一人行過咧，好似冇乜感覺咁樣樣喎。我見過有啲人行過，好似冇乜感覺。但我見到我覺得好靚，我覺得好好，因為咧，我覺得每一樣嘢都唔係必然嘅，即係我哋有時覺得咁咩山梗係有樹啦，樹梗係有綠色啦咁，必然，但係唔係一定必然嘅，真係其實咧嗰啲嘢，當有一日，譬如呢個世界大災難嘅時候，嗰啲樹木變曬燒曬，或者啲樹咧燒到黃曬嘅時候，你話哇，原來有綠色係幾咁靚嘅。嗰啲人去過地獄，佢話地獄係冇綠色嘅，地獄係火嘅啫，係完全冇綠色，係冇水嘅。嗱，人傾向咧係會睇冇嘅嘢喎，呢個人嘅傾向，負面嘅嘢，邊樣冇？呢杯水得半杯人，但有人話：哇，好驚嚇！哇，有半杯水好喎咁，即係佢會好開心有嗰半杯水。咁我哋係屬於邊一種咧？咁我希望大家留意到呢樣嘢，留意到。我哋人係傾向於睇到嗰啲唔好嘅嘢，我哋就試下留意嗰啲好嘅嘢。啲人話食物太鹹啦，個車點解咁耐都唔嚟啊？嗱，香港都有人埋怨嗰啲車點解咁耐都唔嚟喎。我話俾你聽，香港真係全世界最好嘅地方啊！真係等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就有車，有好多車都有，好快速就有。真係咧，好多地方係等好耐好耐。即係當我哋。有咁好嘅交通嘅時候，你會唔會感謝神咧？感謝神，一落到去有地鐵啦。曾經有個菲傭，佢話：佢點解啲人咁跑啦？
又唔係以後都冇車，點解會跑咁緊要？咁啊，當然有啲人就佢真係要趕時間啦。不過有啲人係習慣嘅，即係有個車一定要追。咁我自己都係屬於嗰類嘅，即係有車一定會想追。咁咧就，但係佢話：，因為唔係冇下一班車，點解要追得咁辛苦咧？咁啊，或者人會話：點解你唔關心我？但係佢又冇話：點解我唔好關心你咧？淨係話人哋冇關心佢，你都唔明白我嘅，即係又就冇佢又冇明白人喎。香港太逼啊！因為香港太逼，所以咁多車啊，即係咁方便啊，亦都買嘢咁方便啊！你隨便隨時落樓下。如果你住喺好多地方咧，你真係去買嘢係好要開車嘅，佢一個距離嘅。人對我唔夠好啊，即係其實我哋有對人又點樣樣咧？其實我哋數嘅時候有好多人唔好，咁有好多咧，好多人咧就係數啦，數啲唔好咧，日日都可以唔開心。哎呀，今日啲同事對我唔好啊！哎呀，今日我又有啲唔舒服啊！今日好眼瞓啊！今日唔開心啊！你數一定有好多，咁你諗下仲有幾多樣好嘅嘢？你有飯食，有屋企住，其實好多好嘢嘅。咁我希望大家都時時咧係習慣，即係留意到自己唔好嘅地方，即刻數啊！好多人點解佢唔得到釋放咧？點解佢總係煩惱，總係成日都唔開心咧？個原因嚇，因為佢第一，佢成日諗住人嘅唔好，成日都係嗰啲人對我唔好嘅，啲人冇關心我嘅，嗰啲人諗住啲傷害。他以前傷害我啊！哇，佢咁樣同我講嘢啊，或者啲怒、啲怨氣壓住、谷住喺裏面冇散開啊？點樣散開咧？唔緊要啦，又唔死得嘅咁樣。誒，嗰啲煮嘢食煮得冇咁好又點咧？又唔死得嘅。人對我唔好又點咧？仲有好多人對我好嘅，即係當佢放鬆點啦，即係佢就算佢對我唔好，我都可以喺神嗰度得到釋放嘅咁。咁另外就係鑽牛角尖啦。咁你睇個人咧，鑽落個牛角尖，咪鑽入去，係冇得出翻嚟，係一路鑽落去。即係呢個比喻啫嚇，牛角尖入去，成日入去，成日諗埋曬，諗埋一邊，硬係諗唔開。有好多人都係咁嘅，重重複複。當佢成為一種病態係點咧？佢重複講來講去，嗱有啲人後生都係咁嘅咯。佢啲故事講來講去，重重複複都係一啲唔好嘅嘢。即係我都識得有啲人咧後生嘅，但係一講嘢咧就～你冇機會入去㗎，咁而講咩咧？梗係講啲唔好喎。哎呀，嗰啲人又咩唔好，咩唔好，咩唔好。咁嘅時候咧，後生已經好似個老人家咁樣樣啊。或者成日都話人嘅錯啊，事與願違，我想乜又得唔到。啊，其實神先求神嘅國同埋佢嘅義，呢一切會加俾我哋。但係有好多人咧就點樣咧？佢咧就話：我想得到男朋友，我想得到多啲錢，我想得到多啲成功，我想。得翻一啲以前失嘅嘢，當你時想有一樣嘢，其實任何一樣嘢我哋都冇把握可以得到嘅。其實我哋赤身嚟到世界上，我哋呢個世界上有嘅任何一分錢都唔係必然有嘅。咁你咁諗咧，你就啊，我而家有好多喎。但係你諗下，我曾經有幾多咧？你可能會好即係好生笨啊？點解嗰時失去咗咁多咧？但係當我哋話我哋而家有都好多喎，咁我哋嘅心咧就會開心好多啦。嗱呢度咧就係老師眼中嘅十二種怪獸，家長都係埋怨投訴為主嘅。咁咧呢度睇到有幾個嚇自大型，自以為教育專家，佢以為佢自己係教育專家，有啲家長係咁嘅，即係佢叻曬人哋又唔叻嘅。啊，卸薄型，全部責任喺人身上，唔喺我身上嘅。溺愛型，孩子永遠唔會錯嘅，我細路仔唔會錯嘅。咁咧就即係老師都會覺得好無奈。咁呢度我將呢啲型咧，我就揀咗十種寫咗喺度嘅。愛投訴型，好中意投訴，成日都咩都係諗到投訴嘅。咁其實人都好多時都係咁噶。卸薄型即係唔負責任，好多時咧，有時有啲人話係魔鬼嘅，你有冇責任咧？係咪淨係魔鬼咧？我哋其實我哋負起責任，我哋嗱當然魔鬼係真嘅，但係咧我哋唔使即係咩都係賴魔鬼，我有咩責任我？處理咗呢啲問題，然後我親近神，神就會幫我噶啦。自大型，我可以搞掂嘅。咁呢個當佢搞唔掂，或者當佢見到人同佢比較嘅時候，佢又會發脾氣咯，佢會埋怨咯，或者過分緊張啊！哎呀死啦！哎呀呢樣嘢唔得，嗰樣嘢唔得，哎呀好煩啊！即係人都會有時咧，我試過一個禮拜咧，神咧教我一個 lesson 啊，教我一樣嘢就係我有五篇道要講。但我五篇都未預備，咁咧我就話神啊，你幫我啦。咁我五篇道要預備，咁我只能夠預備第一篇到第二篇啦，係咪？咁我就話神就俾我意念，
你擔心你五篇都做唔到嘅係咪？我可以做咩咧？係放鬆，越緊張咧，死啦死啦！我而家預備第一篇，點諗極都諗唔到噶啦。咁嘅時候咧，係反而冇幫助嘅。但係如果我話好啦，當係淨係我預備呢一篇，我就預備呢一篇，我預備好啦，我最好都預備快啲，由下一篇放鬆嘅時候係好唔同。咁而我發覺咧，如果你可以嚇喺你個環境可以咧，哼下歌係有幫助嘅。一路預備嗰時，哈利路亞嗱，有啲人可能未必覺得有幫助，即係我就覺得有幫助，或者聽下啲歌，哈利路亞輕鬆嘅咁嘅時候咧，你會做得輕鬆啲嘅。或者有啲嘢好急要趕住做，你試下哼下歌咧係有幫助嘅，哼下聖詩讚美神。咁有啲盲目跟風，人哋埋怨佢又埋怨，有啲人哋話咩唔好，佢又跟住話咩唔好。溺愛型即係話佢縱壞佢個仔女嗱，有時人會溺愛自己嘅喎。我咩都有，人人都要對我好，點解你對我唔好？點解你唔關心我？點解你唔幫我？我好多人聽好多人都係咁樣講嘅。但係呢句説話咧喺我心中，我覺得譬如去教會啦，我從來冇話點解你哋唔關心我，因為我覺得佢哋唔係一定有呢個責任嘅。但係我對佢哋好咧，佢哋又真係對我好啊！即係我從來冇呢句説話，但係我聽過好多人話俾我聽。教堂啲人都唔關心我嘅，佢總係期望人去關心佢喎。咁呢個就係佢溺愛者，即係我係要得到曬所有我想要嘅嘢。如果得唔到，人哋對我唔好，即係人哋嘅錯。咁其實呢、這個即係佢有冇將個責任推卸俾別人咧？八卦型咧就係成日都係理人哋嘅事，理人嘅事咧自然話：，佢今日啊，你個人啦個樣，梗係有啲嘢發生啦咁。翻嚟咩事咧？咁咩發生？嗰時我有個我哋團契有個男仔，佢離開呢個團契嘅原因咩？有一個女仔就帶佢翻嚟呢個團契，其實佢就唔係戀愛，或者佢有些少可能係，不過總之結果唔係。不過啲人咧講嘢咧講到咧似層層嘅，即係未曾發生咧就話到發生。基督徒嚟喎，成班都基督徒啦，唔知點解咁得閒喎。又話佢啊，而家又唔知做乜嘢啦，又買樣乜嘢俾佢啦。哎呀，佢哋又想做乜嘢啊，又想結婚啊，咩咩咩。哇，講到咧真係似層層。佢話聽到咧，我聽到真係覺得好厭煩。佢結果離開咗個團契，即係其實係好可惜嘅。即係點解咁八卦咧？人嘅嘢佢做得唔好係佢嘅事。嗱，就算佢話你又點啫？佢話我又唔死得嘅，佢話我即刻死咗又唔會有事咁。由佢講到夠。其實總呢、這個世界總有人話我哋嘅，總有人話我哋嘅。唔使咁緊張嘅，佢唔話咗我哋唔死得嘅，或者自大，覺得自己好叻，睇小人啦，咁啊變咗負面啦，背後批評人啦，呢、這個都係好多人嘅習慣，同埋不斷 WhatsApp， 即不斷要發信息，不斷要催逼人嘅。咁其實我哋唔需要係呢種嘅方式嘅。好啦，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圖啊，就講、是、到人點解會負面嚇，就係話係人嘅錯。人人都要對我好嘅，對我唔好咧就佢唔好，佢有問題。點解人對我唔好啊？我搞錯啊！咁就好開激氣啦。人要做齊一切嗱，譬如父母佢都有照顧啊，但係咧佢有啲嘢冇照顧我，有啲嘢對我冇關心我，冇聽我意見，咁我就唔開心啦。即係其實係咪人係咪需要做齊曬一切咧？或者好多時話唔係，等先嚇，對唔住啊，點解我同你啊 ？OK， 吹毛求疵就係話咧，見到人嘅問題總係會。挑剔佢有咩問題？唔係我責任推卸責任啦，投訴就大曬，即係覺得咧，我投訴你一定要聽，我投訴嘅嘢一定啱嘅。咁又投訴嘅時候，亦都會發泄喺人嘅身上，總係注目喺人嘅不好。即係呢度咧，講到個投訴嘅心態，就係佢裡面可能有好多成分。我哋會唔會成日覺得點解人總係有啲問題咧？係啊，就係、是、因為人世人都犯咗罪，所以人都有問題。你見到人有問題有咩出奇啊？其實人就係有問題嘅。係咪人一定要對我哋好咧？唔係嘅，有人對我哋好係禮物。當我哋珍惜嘅時候，你自然你祝福人對人好咧，自然你會有朋友嘅。好啦，另一種咧就係自我嘅埋怨啦。哎呀，即係自我向自己，哎呀，你真係好慘好慘啦，真係。哎呀，我最淒涼啊，最淒涼我。好多人就會啊，我比任何人都淒涼，冇人對我好啊，全世界都唔愛我啊，咩都唔順利啊，神都唔幫我嗱，一個埋怨啫呢、這個。神都唔幫我，因為佢期望咩都要即刻改變。我無助啦，真係好慘，好慘，好慘啊！我無能啦，即係我又做唔到。我需要你關心我，我絕咗路啦。嗱，我想問下大家，我哋會唔會對人對自己都會咁樣樣嘅傾向咧？
如果我哋有呢個時候，我哋就留意啊，我哋留意就會處理，唔留意咧，嗱呢個其實係本性嚟嘅，人嘅罪性就係點咧？哎呀，今日咁熱㗎，哎呀，今日咁凍㗎，人嘅本性啊，點解著咁多衫都唔暖㗎咁？總係話點解？點解？點解咁難嘅？點解咁辛苦嘅？咁嘅時候咧，我哋睇即係好自然人係會睇唔好嘅嘢。咁我用個形容詞咧，自動波同埋棍波。咁啊，呢度有啲人唔係揸車啊，有啲人揸車啊，你會知道自動波係點啦？你攤咗個車，你只要放個 brake 啦，有啲車佢就自己會行嘅，即係佢會有少少油嘅。咁你如果你一踩個油門咧，個車就衝噶啦，就向前去噶。自動波係唔需要你。即係有咩技術可以令到佢行嘅，不過你技術控制佢嘅啫，行向前係冇問題嘅。嗱，棍波嘅車就唔同啦。棍波咧，首先你要入 neutral， 即係冇波啊。咁你踩咗個 clutch 左腳踩嗰個叫 clutch， 中文譯佢翻攞音啊，卡粒子係嘛？幾粒子一踩咗，就會將嗰、那個即係佢嗰個 gear 咧鬆咗出嚟。鬆出嚟咧，你就轉波入一波啦。入一波嘅時候咧，跟住呢度放咯喎，放到就嚟入啦。你感覺到入啦，然後踩油，其實一路可以踩油喎。一入嗰下一定要踩，你唔踩油咧，佢就會死火。同埋你入得唔好咧，佢就會好似騎馬咁嘅，嗰個車騰騰騰騰騰咁嘅樣嘅。呢個咧就係棍波，一定你要控制嗰個嘅力士同埋嗰個油門。是要控制得好好嘅，個時間好嘅。咁所以有時你有啲如果大家坐一啲車咧，佢係轉棍波嗰啲咧，即係轉一二三四五，然後有個 R 嗰啲咧，嗰種咧你就見到有時咧佢行嗰時咧就會行啊，咁佢又行快啲或者行慢啲嘅，嗰個就係轉波嘅。我想話，我哋人嘅自動波係咩咧？係埋怨。同埋睇到啲唔好嘅嘢，嗱，你記實呢樣嘢就得啦。記實，咁所以我要留意改呢個習慣。要感謝神咧，係棍波嚟嘅，係你要刻意嘅，係冇人會即係生出嚟就識得自己識得感謝嘅，係一定要刻意去諗下。係喎，我爸爸媽媽照顧我唔係必然嘅喎，佢照顧我養大我嗱，呢個我哋每一個人可能我哋都話啊，爸爸媽媽對我唔夠好，但起碼咧佢同你換個尿片換過好多嘅咯喎。好污嘢嘅，佢都同你搞掂喎。咁你就起碼多謝佢咧，佢養大你，佢冇俾你餓死喎，佢俾你有機會讀書喎。咁呢啲一切可能佢有好唔好嘅地方，不過好嘅地方其實有好多。但係我哋傾向咧就會睇到好多唔好嘅地方。嗱，聖經都話唔好發怨言啦。腓立比書二章十四節一齊讀嚇，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就係話。所有所做的都不要發怨言，不要起爭論，不要在那裡跟人拗頸，拗頸其實沒什麼作用的。我們如果意見不同，我們可以引導，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看法，了解他，然後你覺得這件事的看法好不好，又引導他。有些人呢，他很難改變，由得他咯。我們沒有責任改變全世界的人，也都沒有能力改變全世界的人。其實改變任何一個人，我們都沒有能力，是他自己願意改，或者神將他改變。有時我哋可以引導佢，慢慢佢會改變。咁所以唔需要同人拗頸，唔需要發怨言啦。咁發怨言嘅後果呢度寫咗好多。呢度聖經講到咧神嘅懲罰啊。哥林多前書十章十節講到舊約嘅時候，一齊讀下。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了。佢哋向神埋怨嘅時候，神就將佢哋消滅。咁咧呢個咧就係喺舊約嘅時候。咁你新約你話啊，咁新約冇喎。新約冇，但係其實新約都有嘅。當亞拿尼亞、撒菲拉佢哋講大話嘅時候，即時咧佢哋即刻神咧將佢擊斃嘅，即係神讓佢知道按照你嘅罪，你可以即時死亡。咁啊，今日我哋發怨言有冇發怨言咧？係有嘅。如果神一發怨言即刻擊斃我哋咧，我哋冇人存留喺度嘅。咁所以我哋係神嘅恩典俾我哋能夠，我哋能夠雖然我哋犯咗罪，我哋好多怨言咧，神都俾我哋存留嘅。嗱，發怨言有咩後果？我哋一齊讀一讀嚇，自己痛苦，別人痛苦，人見人怕，無力改善，身體不好，常是困境，神不喜悅，不能發揮。嗱，其實樣都唔好喎，自己又痛苦啦，埋怨其實唔會舒服啲嘅喎。但係呢個本性啊，硬係睇嗰啲唔好嘅嘢，人哋又痛苦，你成耳惡惡，講真就係，即係嗰啲人嘅耳仔好辛苦啊。
人見人怕，即係唔係人見人愛，成日埋怨嘅人冇人中意嘅，無力改善，自己冇力量去改善喎，身體又唔好啦。當你後生健康嘅時候，你越係感謝神，你將來嘅身體就健康啦。但係如果你由細到大都係埋怨啦，你會發覺身體失眠啦，失眠跟住咧食慾唔好啦，胃口唔好啦，跟住咧就會關節痛啦。跟住你好多身體嘅毛病就會嚟嘅，所以咧你想身體好咧，開心人見人愛咧，讚美神、感謝神、多謝人係最好嘅。成日都困境嘅，成日埋怨嘅，佢越埋怨就越多困境，同埋神唔中意，佢亦都生命唔能夠發揮，唔能夠提升嘅。感謝係獻俾神嘅禮物，係神中意嘅喎。詩篇107:22，嗱呢個我哋今日金句一齊念咗佢嚇。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再念多兩次嚇，詩篇107:222。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詩篇107:22。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真係感謝係一個禮物嚟嘅，獻俾神。咁你話咁我獻感謝得啦，我唔金錢奉獻啦。啊，神叫我哋呢樣要忠心，嗰樣都要忠心。我哋嘅奉獻金錢亦都獻上我哋嘅感謝。感謝係祭物嚟嘅，神會接受嘅。當你感謝神，多謝神今日有嘅一切，多謝神我有生命，多謝神我會笑，多謝神我都識得喊，嗱識得喊都係禮物喎，因為你有感覺喎。多謝神我瞓到覺，係嘛？我見到你應該今尋晚都有瞓覺啦，係咪？起碼有瞓啦。多謝神我尋晚有瞓覺，多謝我神我有牀可以瞓，感謝神。多謝神我唔使喺露天嗰度瞓覺。好多多謝神有耶穌，有天堂，有神嘅救恩，呢個係祭物，你成日都可以獻上喎。嗱，呢個都係一種神喜悅嘅一種嘅侍奉嚟嘅，又歡呼述説他的作為，講神嘅作為嘅時候好開心嘅。你睇我咩都數説嘅，咩嘢我都覺得係神嘅恩典，我就歡呼述説神嘅作為。同埋咧，每一件事順境逆境都喜樂感恩喎，都開心感恩喎。逆境喎，真係幾難喎。如果你有病，你可唔可以感謝神呢？仲開心感謝神喎、啊！我哋一齊讀個經文先啦，《帖撒尼迦前書》5:16，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嗱、啊，我哋讀三前面嗰三樣，一齊再讀下，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再讀下，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常常喜樂。即係咩事呢？凡事謝恩，即係凡事即係有順利同埋唔順利嘅事都謝恩。咁而喺呢啲事中都常常喜樂，咁所以任何事都一路開心嘅感謝。咁有啲人話真係好難喎，有病咁點樣感謝呢？嗱，我有病感謝神，我有機會可以接受醫治喎，係咪啊？我哋身體會康復喎，其實我哋。好奇妙，我哋身體好奇妙，我哋個醫治嘅能力係好奇妙嘅。你休息飲水，身體會自己康復嘅。真係感謝神，你戒親隻手，梗係痛啦。感謝神，到聽日開始就，即係佢又會，你沖涼嗰時都冇咁痛啦。可能咧第二日已經埋一口啦。咁咧感謝神，佢會有呢個防衞細菌嘅能力。感謝神，我戒咗手，感謝神，我會好翻嘅。感謝神。即係任何一樣嘢，就算有時我哋話我有一樣病唔會好翻喎，咁啊點咧？我就話神啊，如果真係唔好翻，而呢個病係致命嘅，咁我將來見你嘅面啦，我就忠心一樣感謝神，神你會接我去天堂，同埋我今世可以有神嘅喜樂平安。如果嗰樣病唔致命嘅，咁你又感謝神唔致命喎呢個病，我可以繼續生存，我可以繼續依靠神，雖然有病係會唔舒服。但我依然在病中能夠有力量，能夠有醫治，我感謝神。即其實什麼事我都感謝神，有資源幫助我們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這件事是我們記實去做，就是說，即不是自然的，
我自己一洗碗我就感謝神，我行路感謝神，我社交又感謝神，我一路講信息我又一路感謝神，多謝天父，多謝天父，我要個口型講到嘢，感謝天父我喉嚨冇事，感謝天父神俾我聲音係好嘅，即係乜嘢都可以感謝神。好啦，感恩帶嚟咩好處呢？下面一個呢、這個名我都冇查點讀啊，因為呢個唔係英文名嚟嘅，好多人就係叫 Nick 啊。冇手冇腳，出世係冇手冇腳。有啲人就話有冇搞錯啊？冇手冇腳咁啊，十會埋怨。但係咧，佢有耶穌咧，佢有啲影片你網上都睇到喎。佢要識游水喎，佢一跳跳落水度咧，佢有隻腳仔，即係有隻腳仔，但係又冇腿嘅，一個腳仔下低。咁咧就睇先係咪兩隻腳仔咧，抑或一隻腳仔咧？兩隻腳仔嚇，兩隻腳仔。一隻腳仔 ，OK， 好啦。咁佢咧就會識得彈落水，跟住佢就扭下扭下，又用只腳咧，咁啊扭下扭下又游到水喎，佢又識得唞氣喎。咁咧佢係一個好出名嘅講員。咁佢講乜嘢呢？就係鼓勵人點樣喺逆境中能夠有平安喜樂，點樣識得感恩啊？即係其實佢因為佢感恩，所以佢咁有力量。如果佢唔感恩嘅話咧，佢已經老咗，可能死咗啊，或者已經煩到不得了啊，病到不得了啊，即係都唔知道去咗邊度噶啦。但係佢感恩咧，個人就充滿喜樂，充滿力量。咁你睇佢一家都好開心啊！即係見到佢，咁有啲人話佢又好啦，佢有得結婚又生仔，我都冇得結婚啦。咁人人又會咁樣諗喎。你又有你好嘅，你有手有腳咧，佢冇手冇腳啊咁。佢擺上講台都有人幫佢拎上去個講台嗰度喎。佢唔能夠自己上個講台喎。好啦，感恩帶嚟好處，一齊讀下神喜悅，自己喜樂。喜樂乃良藥，心靈醫治，活得開心，更多朋友，聖靈果子，逆境得力，發揮生命。第一就是神喜悅，你成日喜樂，成日感謝神喜悅你，神歡喜你咁嘅心，自己又開心喎，係咪啊？其實即係有啲人都話，最緊要係自己能唔能夠享受到，你有幾多食物好，幾多錢都好，你享受唔到，即係都係冇用嘅。但係我哋感恩，我哋就自己享受到。咁但係人就總係話，我總係有呢個問題咧，咁咪唔感恩到咯，唔開心到咯。咁但係呢個問題係咪致命咧？致命咪上天堂咯。嗱，你咁諗啊，致命就上天堂咯。唔致命，你橫掂都有，嗱，你都係正常嘅，都係有衣有食，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我既然有呢一切，我可以感恩，咁你做一個開心人咯。嗱，其實你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睇下杏林子嘅散文啊。你上網都找到的了，杏林子即是木字邊做的口，木字邊下底做的口。杏林子呢是95%的關節是有問題的。他呢形容他的痛是怎樣呢？小痛、中痛、大痛、劇痛、狂痛，即是他用形容，他說有些痛到不得了，他有時一晚呢是沒有辦法睡到在床，他要站在那裡睡覺。咁企喺度咁樣點咧？就可以佢坐又痛喎，可以企下又坐下，即係總之咧個動作要一路改變嘅。即係一個咁樣嘅人，係咪應該即係普通人嚟講，真係會成日埋怨？但係佢係寫好多呢啲散文。佢啲散文咧，其實我以前咧曾經即係俾曾經有同工咧就講嘅埋怨嘅説話，令到我咧係好唔開心嘅。咁而佢嘅散文係對我好大幫助。其中一篇好多篇就佢有好多篇，我講其中一篇。佢話咧，你有煩惱咧，你望下啲雲啦，啲雲咧好快變嘅喎，係咪啊？佢就話俾你聽，你而家個煩惱會過去嘅，即係好快會變嘅。咁另外咧，佢又講有一篇咧叫做一條小路，但係呢條路咧就唔係嗰啲鄉村路啊，嗰啲即係啲郊野嗰啲路，係一條普通嘅柏油路。呢條柏油路咧。即係引到一啲住屋啦，咁咧啲人咧，佢話日日咧就匆忙行過呢條路就去翻工啦，然後夜晚咧就好疲倦咁行翻屋企，冇人留意呢條路嘅。但有個小朋友有一日行過呢條路，佢見到啲水凼喎，佢又好開心喎，踩啲水凼，啲水一彈咧好開心笑喎。佢又見到有蝸牛，佢又走去摸下蝸牛，個蝸牛縮翻，佢又喺度笑喎。佢話咧。大人咧乜嘢都睇唔到，但係呢個小朋友咧喺呢個小路嗰度睇到好多嘢喎。即係其實原來我哋人生好多嘢都可以睇到。我今日織呢件冷衫啊，係我岳母織俾我嘅，感謝神。
咁就成有冷，咁就成有陽啊。陽嗰啲陽毛咧係可以保暖嘅，咁就神個岳母有呢個心，咁就神咧佢會為我織，咁就成有顏色嘅喎，有不同嘅顏色嘅喎，啊，即係咩嘢我都可以感謝神喎，咩嘢我哋諗到都可以感謝神，咁嘅時候咧個人就開心啦，係咪？咁我希望大家有呢種嘅生活嘅心態，亦都係一個基督徒好榜樣嘅心態，喜樂乃係良藥啊，就算你有病可以醫治。即係神感，我真係感謝神啦！即係我身體嘅毛病都係好快過去嘅。即係好多人，即係我識得有啲以前我曾經醫院做院牧咧，我見到有啲人好長命嘅喎，八九十歲，不過有幾十年都係病緊嘅喎。哇！我真係覺得好慘啊！即係佢哋做人其實好慘，因為佢哋唔開心有煩惱，但我感謝神，當我哋開心嘅時候，個身體自然會健康，個人會有活力有彈力啊！即係好多人咧，六十六歲咧已經係好枯乾嘅，但係我有彈力，感謝神，喜樂嘅心乃係良藥，亦都有心靈醫治。有啲人好煩好煩，咁你就開始每一日睇到咩，即係感謝神，感謝神有碟，感謝神有嘢食，感謝神可以整熱佢，感謝神食起上嚟好食嘅，我身體即刻感吸收，乜嘢都感謝神。即係咧咁嘅時候咧，個人咧開心好多，個心靈咧得到醫治啦，真係。心靈得醫治，個身體都會好嘅，身體都會康復嘅，活得開心咧，成個生命都開心啦。更多朋友喎，人係中意有開心嘅朋友，冇人中意一個朋友，哎呀，我又今日又好慘啊，哎呀好開心啊，咁樣啫，都係咁嘅時候咧，即係冇乜人中意嘅。但係我哋日日都開心嘅時候咧，日日都關心人，見到人就笑下。同佢講啲説話，令到佢開心嘅係人都中意嘅。就算嗰啲人唔係好人啊，就算你翻工嗰啲人有啲唔好嘅，就算佢有時陷害你啊，但你見親佢咧都同佢打招呼，你又唔計較佢陷害你嘅地方，你一樣當冇事發生，一樣對佢好啦，佢慢慢都會改變嘅。咁同埋咧，感恩係聖靈果子嚟嘅喎，呢個喜樂啊，我哋所有聖靈果子又會出嚟嘅喎。聖靈嘅果子就係仁愛、有愛心啦、喜樂啦、和平啦、忍耐啦、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都出嚟，同埋逆境得力。其實個個人都有逆境嘅，個個人都有病，個個人都會有困難嘅時候，面對困難嘅時候，個個人都會有人際問題嘅時候。但有啲人喺逆境咧，就好似哇，真係死下死下咁嘅，即係又樣樣都唔掂嘅，並且一啲進入情緒病，甚至進入精神病，一食開精神藥咧，就一路好難。好難戒得甩嘅，但係當人成日感恩，有逆境，神都為我開路，感謝神，有人幫我，感謝神，每一樣感謝神嘅時候，個生命就提升啦。咁又個生命又可以發揮啦。我哋個個都去發揮嘅喎，我想問下大家，你而家發揮夠未啊？未夠喎，可以發揮更多喎。咁你感恩咧，就可以進入呢種嘅侍奉裏面。我都你哋中間每一個，我都想將來你成為服侍隊，能夠去幫助別人。咁咧，你想嘅時候，你發個 WhatsApp 俾我，我就會訓練你嘅。好啦，感謝乜嘢咧？一齊讀下：神的救恩，神國恩典。一齊讀啊！平安喜樂，神的幫助，需用一切人的幫助，自己恩慈，香港穩定，有機侍奉神的賞賜。就係咩咧？有神嘅救恩，感謝神，我有天堂。第二去到天堂嗰度咧，哇，靚到不得了，開心到不得了。你在天堂嗰度，哇，冇曬煩惱，喺天堂咧再冇重擔，咩骨痛，咩嘆氣，乜嘢眼瞓，乜嘢咧近視遠視全部冇曬，老花冇曬，感謝神，耶穌赦免一切嘅罪真係好啦，其實真係無罪一身輕啊！同埋神各樣恩典啊！神俾我哋有健康、有力量、有基督徒。其實你諗下呢個世界上嘅人好多冇好似我哋咁樣咁一班咁真心嘅基督徒喺你周圍嘅，即係真心會幫你喎。喺呢個世界上係好多人好難揾得到，但係咧我哋居然有成班咁好嘅基督徒一齊，所以你感謝神。你為隔離嗰個感謝神有你，你同隔離嗰個感謝神有你，感謝神有你。同埋我哋都有恩賜服侍神啊，個個都有喎。你話俾我聽，你想即係你嘅心咧，其實你嘅心有啲咩傾向咧？這個就好可能你嘅恩賜可以發揮嘅，就可以訓練出嚟嘅。同埋我感謝神，香港穩定嗱，有好多人就睇香港有啲咩唔好，咁係有的，而且確有嘅。不過我哋有好嘅地方，我哋睇好嘅地方，睇唔好嘅日都唔開心。
但好嘅真係香港真係好好嘅。我每一次去宣教翻嚟，我都好向往翻嚟機場係乾淨，個洗手間係好乾淨嘅。以前我哋去嗰啲洗手間係要引氣嘅，係咧係要睇清楚。不過香港都係咁嘅，有時啲男廁咧啲人咧唔知點解係好似漏水咁樣嘅，漏到下面都係濕曬。但係總好過喺外國，即係去到咪當然唔係講到先進國家啦，去到嗰啲非洲國家，你真係要好小心咁樣點樣企法，點樣企得穩。我哋感謝神，翻到嚟搭車一樣都好方便，真係咧翻到嚟係舒服好多。不過我一樣會出去，因為我啲人需要，即係我哋真係諗到香港嘅穩定，我哋多謝神，同埋我有機會侍奉神，神永遠紀念，神永遠賞賜，神會賞賜，真係好好得無比。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心。我目的個個都被興起，個個都發揮生命，好唔好啊？你覺得可唔可以啊？有幾多個覺得可以？你個生命可以發揮嘅。嗱，咁你進入咯喎，咁你同我寫或者錄音你嗰啲見證，然後咧我哋就開始幫助你進入侍奉啦。嗱，呢個圖畫啦，就係話咧有耶穌救我哋啦，係一個好大恩典。我哋每次犯罪，其實如果神追到好大件事，但係神赦免我哋，同埋咧我哋有聖靈喎。其實聖靈好大禮物的，我們每一次祈禱有平安輕省，多謝耶穌，好舒服，那你就多謝耶穌，這麼平安這麼舒服，多謝天父，有輕省有引導。在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我去一間教會，那裡有一個聖靈的聚會，那個牧師他不是負責，那個牧師即是個聚會不是他負責，但他走過來跟我說，他說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知道你是初經歷聖靈，他說將來你會經歷很多。其實每一個經歷聖靈的人都會越來越經歷很多的，我現在真的覺得很好，因為神一直教我帶領我怎樣去侍奉，怎樣去教導，怎樣去訓練，我真的很感謝神給我那些教導。我希望大家都有心去學習，學習了可以要來教導別人，並且給我祈禱的時候很多神的工作。譬如剛我上個禮拜探一個人，這個人呢他的爸爸是剛剛離世，那呢就他媽咪呢就在當場那裡，那我就他就告訴我他媽咪呢骨痛了四年了，那我跟他祈禱，他第二天發個 WhatsApp 給我，讓我看看，應該會看到他，他告訴我他媽咪那四年的骨痛沒了。我感謝神，我說你快點多些祈禱，多些祈禱讓他可以保持，即是我真的感謝神，神真的會使用我們。你只要有心，有些人說牧師你得我不得，你有心就得了，神知道你的心他就會用的了，他不是一定說你要有多強的恩膏，而是你的心，你說我想做神的事，神就會歡喜的。 OK， 好了，我們有聖經感謝神，因為聖經是真的將聖經的應許，神的應許告訴我們，還有我們有神的保護。但以你那些想到獅子坑，但是獅子會不咬他的，神會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的保護，還有我們將來去到天堂呢是有賞賜的，神是會賞賜我們的。我們一起讀下詩篇33篇5節，下面這裡就講到有什麼感謝神了。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整地都是，全地都是，泥土是神的慈愛，因為泥土可以生出這麼多的生命出來，其實所有生命都來自泥土的，啲植物，然後跟住啲動物就食嗰啲植物，就係、是、所有都係來自泥土嘅。我哋感謝神，我哋嘅泥土係真係會生出生命，唔係啲泥土唔係冇用嘅。並且你睇下好多元化，神真係做好多種多元化嘅食物。睇到有冇中意食啊？嗰啲蟹子啊，嗰啲啊，我好中意食嘅，卜卜脆，同埋好多種魚啊，都係好食嘅。羅馬書一章二十節一齊讀啊！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就是呢個自然界咧，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能力和佢嘅神性咧係明明可知。咁佢咩能力咧？佢創造嘅能力啦，佢嘅神性咩咧？慈愛啦，關心啦，細心啦，係咪啊？好細心，咩都做到。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都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你每一樣都可以看得到的，神造的腦是做得很奇妙，並且很細心，我們的腦能夠這麼正常 發展，
你發覺 BB 仔出世之後，哇，學嘢好快啊！一年我可以開始學到講嘢，一兩歲幾開始講嘢。大人係冇辦法有呢個速度咁快學到嘢，咁咧感謝神，神俾我哋學習嘅速度。即係 BB 仔出世唔係出世就有情緒病㗎，係人大咗搞唔掂先變成情緒病啊！一出世係健康係正常發展嘅，咁呢個就係神創造，神造我哋眼可以睇到嘢，好奇妙嘅構造，同埋可以傳神，亦都眼睛係好靚嘅。其實眼睛係好靚，呢、這個我哋耳仔嗰啲感應嗰啲聲音震動嗰啲毛仔好細嘅，但係佢能夠感應個範圍咧，比鋼琴高好多，即係又低好多又高好多倍嘅。就係佢能夠嗰個領域係好闊嘅，我哋嘅耳仔嘅聽嘅能力 ，BB 仔最高嘅，但係都大年紀係會弱啲嘅。咁如果你成日聽耳機嗰啲咧，就會越差嘅，所以盡量係減少聽耳機嘅。咁亦都咧，我哋感謝神喎，我哋有弟兄姊妹喎。嗱，呢幅相咧就係阿 Cat 受洗嗰陣時咧，我哋影嗰幅相嚟嘅呢幅相。咁同埋有家庭啦，嗱有啲人話我家庭唔係咁好，但係都總有好嘅地方，以致你哋都。即係養大咗都係正常啊，係咪？你知唔知有啲人我聽過，亦都見過嗰啲細路仔點樣啊？俾人捉咗去啦，將個手腳整斷啊，走去做乞衣，真係好淒涼。即係我哋感謝神，我哋有呢啲機會咧，我哋感謝神。嗱，呢個係咩意思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啊？好想快啲去洗手間，我一去到感謝神。感謝神去得切，第二感謝神識得去啊！因為我喺醫院試過咧，見到人要帶尿袋啊，仲有啲仲困難係帶大便袋啊，個腸啊，如果你照顧得唔好，你食嗰陣時咧冇咀嚼爛啲嘢，食嘢牙咀嚼爛，最好咀嚼幾十下，咬到唔可以再咬爛。如果嗰啲渣咬唔爛，唔好吞咗佢，吐翻出嚟。因為呢啲係會傷害個腸嘅，點解有啲人要帶大便袋呢？有啲係個肛門已經唔識得運作，我哋感謝神有肛門啊！有啲人話肛門咁臭，你冇肛門係好慘嘅。佢要帶個袋啊，個袋咧要成日即係要洗啊，同埋咧唔可以食硬嘢啊，食硬嘢佢出唔到噶啦。佢要即係用大便袋嘅人咧，即係食嘅嘢係要好多水嘅。其實我哋有呢啲一切，我哋感謝神，我哋有得去啊！感謝神，我哋身體正常運作，感謝神。同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我只係試過好多次，哇！好想快啲去，快啲去。點解？哇！邊度洗手間咧？一去到嗰時，我真係第一樣嘢感謝神，感謝神去一次，感謝神。同埋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得益處，一齊讀啊！羅馬書八章廿八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即系包括好同埋唔好。咁你话哇，俾人闹有咩好咧？其实我细个都俾人闹好多，但我俾人闹咧，我就学习分辨到人唔好嘅，我就唔俾佢影响。我亦都学习到咧，就睇到人嘅可怜嘅光景，我可以点去帮佢？即系我亦都分辨到人嘅唔好啊，明白到人嘅罪性。俾人指控嗱，我俾人指控過，我俾人指控過咧，我就學習唔好指控人，指控係好唔舒服嘅。我又學習點樣去講説話去引導人。咁咧呢啲事咧，其實每一件事，同埋咧我以前俾人指控嘅時候，就學習咗掹住耶穌，耶穌啊，我親近你，倚靠你，多謝耶穌，多謝耶穌。嗱，邊啲人得益處咧？係愛神嘅人。當你愛耶穌就好多益處噶啦。當你感謝耶穌就好多益處，咁你就會。咩困境都係你嘅益處，咩事情發生都係我哋嘅益處。咁嘅時候咧，你就有力量，就按他旨意被召嘅人，神所呼召嘅就要得福啦。同埋咧，神能夠運行喺我哋心中喎，好成就一切喎。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嗱，即呢幾個經文講到感恩啊，就先啊，呢個感恩。就係話萬事都感恩。第二咧就係神嘅能力喺我哋心裏面咧成就一切，超過我哋所想所求。我哋諗都冇諗過神會成就嘅。有人會關心你，感謝神喺我裏面有呢個能力，我哋亦都能夠關心人。
我哋有聖靈嘅能力為人禱告。呢、这個人咧，佢本來嗌到不得了，好痛苦啊！點不知我同佢祈禱，佢而家喺度笑緊，佢喺度笑得好大聲噶。我仲有呢個影片嘅，好開心。下面就係我有呢個能力去傳福音，亦都能夠宣教，去到幫助不同嘅人。喺我哋裏面，神可以俾你呢個能力。呢啲係一啲少數民族，我哋睇得到，即係神係可以賜俾我哋恩典去祝福。而將來去到天堂咧，佢哋個個都會多謝我喎。他们都会多谢你，你所有做的人身上他都会多谢你，这个是很好的事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争取机会去祝福人，去服侍神，神是一定欢喜的。对哪个感恩呢？三样，有些人很多人说是对神，但我们都应该对人。而最重要即除了即有些好人，我们感谢神，也都有些不是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呢？不是那么好，他都总有好的地方。在我們周圍的人總有他總有一些好的地方的，譬如公司他真的不是那麼好、啊、他都起碼撐住公司、啊、他都有些地方會幫過我們、啊、即總去數算他好的地方。還有他的不好叫我更加倚靠耶穌，這是個好處、啊、他的不好令到我不要即是不要看那些不好而去倚靠耶穌。而怎樣感恩呢？一起讀一下，全心感激，凡事感恩，從零數起，帶著感情對準神。就第一咧，就係全心感激。哇！神你真係好啦，即係你諗一諗，因為我自己試過，我自己試過關節痛嗰陣時咧，真係好辛苦。感謝神，而家關節唔痛啦。咁你就全心感激喎，神咁好，我即係感激神，一種歡喜嘅心去感激，並且係帶著感情嘅。多謝耶穌，我先行路。多謝天父，當我每次見到人坐輪椅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辛苦，我就說感謝神，我現在仍然可以行。神啊，求你叫我的腳能夠行。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前，她也是一個很愛主的人的，她也經常都會想幫人。她是後來有癌症，但她很怕什麼呢？她也怕癌症，她很怕呢將來她大小二便要人幫她。但是感謝神，他一路能夠隻腳行到，最後那兩三日才行到。咁咧，即我都稱咗佢可以去洗手間，佢唔使咧瞓喺張牀度一段長嘅時間。佢即係求神唔好俾佢呢個日子。你當你親近神嘅時候，神係會喜悦嘅。咁嘅時候你就感謝神，我而家可以行到去洗手間，我能夠照顧我自己，感謝神。凡事啊，順利和不順利都是，同埋從零數起，唔好話，嗰啲人叻過我，我哋話我哋叻過好多人。由零數起，我當我乜嘢都未有 ，B B 仔出世，我而家有幾多樣嘢咧？我有身體嘅健康，我有聰明智慧。咁你話我唔係好聰明啫，比較好多人。不過你同 B B 仔比較聰明好多啦，你都依然可以正常嘅運作，可以有衣有食，每一件事我哋有耶穌，我哋就感謝神。從零數起，同埋帶住感情啊！我哋祈禱都帶住感情，有時有啲人祈禱就係神啊，多謝你呢一切。但我哋話神啊，好多謝你，好中意你，好感激你，真係中意神啊！一齊有感情咁講，神啊，好中意你啊，真係好歡喜你啊，你真係好好噶，好到不得了噶。嗱，即係用啲感情咁嘅時候咧，你嘅生命嘅發揮更加好，同埋咧喺敬拜嘅時候、感謝嘅時候對準神啊，唔好就咁向空你多謝神咁樣，多謝神。神啊，我知道你在这里，我多谢你，我欢喜你。神可以叫我们由一个软弱的人变为一个刚强喜乐的人，也都变成一个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感谢神应该怎样呢？是24/7和365日，24小时7日，1年365日。总之我们醒的时候都成日感谢神。我们跟着就是预备我们的心领圣餐的。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令到大家有沒有些需要調教啊？有沒有需要調教啊？調教我們的生命，調教那些埋怨的地方有沒有啊？有。我們一起起身禱告，求主調教，幫助我們調教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如果是經常看到家人周圍的人，就算侍奉的人都會的，哎呀，侍奉都不暢順的，那些同工不是那麼好的，那些人又不聽話的，即我們都會有這些的，但是不要緊。最緊就是我哋有做，嗰啲人點反應唔緊要嘅。我哋一齊禱告，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好多恩典。我哋從
最微小的一路數出來，真的很多很多的恩典。我們多謝神，香港的街呢真的呢很多地方不是那麼多泥土啊，那麼多塵啊。主耶穌，我多謝你，因為我去過很多地方，整條街都是塵，整條街都是那些一有車行過就很多很多的塵飛起上來。我們多謝你，主耶穌多謝你，為到香港多謝你，為到我們的生命多謝你，為到神的恩典我們多謝你，為到主耶穌的救恩我們多謝你，為到我們今天能夠生存多謝你，今天有神的生命多謝你。主啊，我們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多謝，很多東西可以享受，很多東西可以感激你，可以享受你從你得力的。主啊，賜給我們一個感激的心，我們試下用一些感情來到感謝，好不好？我講一句你講一句，有感情的。多謝耶穌這麼愛我啊！多謝耶穌，耶穌真的很愛我的，耶穌真的很愛我，耶穌經常掛著我的，耶穌經常掛著我，耶穌想念我，耶穌想念，耶穌時時祝福我的，耶穌時時祝福我，多謝耶穌，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拯救我啊！耶穌將永生賜俾我，耶穌洗乾淨曬我所有嘅罪，耶穌將聖靈賜俾我，叫我經歷到平安喜樂。多謝耶穌，多謝耶穌賜俾我哋日用嘅飲食，多謝耶穌我哋可以笑，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我們有盼望，我們有力量，我們有很多恩典，我們什麼都有。感謝耶穌啊，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我們將來可以去天堂，你又會今世來世賞賜我們。多謝你啊，我們所做的不是白費的，我們有機會服侍是恩典，我們幫過每一個人將來都會多謝我們，我們又多謝神給我們有機會祝福這麼多人，多謝天父，我們的服侍隊能夠有機會服侍這麼多人，將來他們都會多謝他們，我們多謝神，我們有這個機會，多謝耶穌，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我們可以歡歡喜喜感謝神，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多謝天父。在這個時候我們省察我們的內心，我們有沒有什麼罪，我們領受聖餐之前，我們神啊，我們有些什麼污穢和埋怨，那些怨氣經常看不好的東西，好的就不看，好的就不記得，不好的經常掛著，以致我們的心成養成一種壓抑的習慣，求主耶穌赦免我們，赦免我們這個壓抑的心，洗乾淨我們的心，輕省，叫我們的心輕省，赦免一切的罪，叫我們的心無罪，一身輕，全然的輕省。主耶穌，我們有得罪人的地方，我們有傷害過人的地方，我們有埋怨令到人不開心的，求主耶穌洗乾淨我們的罪，拯救我們的靈魂。多謝耶穌，有永生真好啊，有永生真好啊，天父多謝耶穌，感謝天父，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站立下，唱这首诗歌。人无怨我得洁净，人无怨我得重生，举起手，人你怨代替我死，成全那救赎的献祭，洁净我罪，比树更白，树更白。我耶稣，神宝贵的献祭，人无怨我得洁净，人无怨。我得重生，人你愿代替我死，成全那救赎的献祭，洁净我罪，比
時間吧，時間吧，哦耶穌，神寶貴的現在，多謝天父。